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yce。今天呢是节后第一天，天气有点冷哦。一大早八点钟起来，已经看了五个房子了。那看到最后一个呢，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是个三房两卫，1712平方英尺的，它的价格是275,000，而且全屋是翻新过的。那学校呢也是很不错的，靠近高尔夫球场。那有兴趣的跟我一起来看。啊，这个小区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。你看，外观很大气的，屋顶也是很新的，外墙这个砖是重新刷了色，弄的是黑白色。这个是比较吸睛的一个地方。流行百搭，哎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。哎，这边是个餐厅，可以作为正餐厅吧。客厅是高挑的。台面是黄红黄的阔子，橱柜呢刷了漆，这边是早餐厅，这个推门也是换了。全砖的。这个位置呢，离中国城就20来分钟，到唐城呢10分钟，靠近59号高速和 Fort Bend 高速，位置还是很方便的。高尔夫球场呢，就几分钟的距离。附近遍布了大大小小的商业中心，生活是非常便利，而且治安还是很不错的。我们家就在这个附近，学校跟我们家是同一个学区。这是主卧，主卧的台面和卫生间都是重新做的。价格呢275,000，真心不贵哦。如果是出租的话，能够租2000到2200左右，根据大旺季来吧。这边有一个小天井，然后那边是车库。因为刚我们刚刚开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车库。可以作为储藏室，然后中间跟主屋连接的，怎么样？感兴趣的话联系我。